七小头吧，一个好几家收的嘛，就是他一家收不多，你说拿一千到两千的吧，应该是这样。而且吧，他政府规定只有星期一和星期二这种收货。他是日本来的。我们来了好几天，就昨天早上给他收了200磅。你这也是吧？美国红杉，美国红杉，你属野生的，野生的，对，我们不是来他不规则嘛？对对，对。我你现在你过来也看不到，我们在待了几天也急得要命。那你